包包料啊，这些都是包包料，这些都是早上啊，早是缅甸时间啊，就是9点左右开始的啊，现在他们都要休息了，哦，斯坦这个点已经休息了，大陆时间10点半左右，他们也是正常收货，就是2点半，大陆时间2点半他们就下播了啊，下播了。